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nder。最近疫情又爆发了，各位请注意。来看本周的 BOSS 情报。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就像是住在水里的生物，到底为什么会怕水？你一定是得罪制作团队，王伤害偏高，搭配上要稍微注意。我测试几轮后，以活动艾丽卡、二星为之，梅丽莎在艾丽卡编入队伍后，加速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，整体相对会比较好打。选用二星为之会比四星的好，在普攻就是水鼠，整体输出会比较优，好评五颗星。记得务必要配置火抗耳环，不然很容易倒地出局。整体在输出上应该无悬念，只要不要被轰一个束缚或暴击之类的，都能安全下庄。我是Vinder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